样一个嚣张的人。镊子，擦汗，纱布。Ha ha ha!
对的，你说吓一跳。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。这么多血，都是血。我妈不让我跟你玩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好，那到底让我怎样嘛？烫吧，来，我帮你挑一套。完美。突发奇想，想给我家喵画个眉毛。等一下啊，坐等成果。画完了，我再给他画个口红。